你實在拍了咁多套武俠片啊，你自己印象最深係拍邊套啊？印象最深嘅咧係《魏匡先生》嗰個編劇嗰個《毒悲刀》。點解？因為成名作同埋係第一套港產片過咗100萬嘅。唔係，因為印象最深嘅咧，嗰時拍戲嘅時咧，即係初初嗰啲武俠片有兩隻手打嘅。拍《毒悲刀》嘅時咧就收埋隻手。咁打打下咧就。 即係一打輸嘅時咧，就唔習慣，伸埋嗰隻手出嚟打人。咁唔艱難㗎你啊！咁啊好投入。咁啊收尾冇辦法咯喎，收尾就綁埋嗰隻手啦。咁啊拍完咗嗰部戲咧，就習慣咗。咁啊平時食飯啊咩都以為冇咗隻手，真係好慘。咁認真做戲啊，做到你咁啊認真投入喎嚇。我個人就咁樣，一就唔做啦，做咧就做到足，做到似，一定要扮到似嘅。 咁好彩你啊拍《毒悲刀》啫，如果拍《龍門客棧》做咗大太監咁咪～